布袋鹰啊，较早吼是为大陆有一个土门派，住在土门街，大陆的土门街。听传说是讲，要我明朝迄个时阵就传落来，豆豆传落来到迄个土门街姓黄的。啊，有一个叫甘家灶，算上有名。伊现还阁细汉，啊，伊了十五六岁的时吼，因爸爸做东条棒，伊咧刻布啦。因这传统哦，从明朝较早要咧刻红仔头，要刻下水。哦，因包括刻咖喱红啊，刻下水一定爱刻布啦，又刻拢刻布啦底。啊，么退伍了，拢再来高雄遮做。啊，高雄遮做了，大家讲啊，爱哪边来，我叫哪边西，我来叫叫叫。我的名所无人捌，拢叫拢哪边西哪边西。阮较早咧学是拢用头做的呢，真正就师傅无伫遐，哦，拼拼啦，师傅休困啊，家己就做开厂。我大拢下晡时啊吼，那徛在遮无日头的时，啊你看，迄人五官真水，哦，老伙仔嘛烧香，少年啊嘛烧香，欧巴桑小姐拢烧香啊，你看看，真好看，细一个个头看一个，伊面家己最大，啊所以接迄落啦，接看啦，观摩啦，啊你啊做啊搁看，搁做搁看，啊第你若一做看做看，啊看侪吼，安尼你就拢记伫你的头壳面啊嘛。他走了就会出来了。